整理新货，李来进和儿子出门帮客户安装大型家电。而这部货车有升降车尾门，其实在他每天上班前还有直扶的功能。所以你要去哪？来几个社区，一寡社区的环保。每周在三次，但社区的太空包又大又重，原本能一起来的志工体力吃不消。李来进不忍心放弃这些环保点。自上员工叫咱各种的双手做环保的时，就做到即马啦。感恩啊，感恩社区一挂志工吼，环保志工从达咱的回收吼，啊一块一块达咱整理到真好，啊咱是出一个脚手工来利用咱这个上班的时间的进行这個。两点钟的时间哈，来运动一下。来到虎头山福气环保站，无人不赞叹李来进真的有影响力。哦，足厉害啊！还够拢家己一个哦，好啊无，啊无，左手啥货呀？啊，足久来做啊，啊要做啥物？啊要搁透早来搁赶来做环保啊？有哦，啊搁入金帐，啊搁。一定好，好，一定要赞，是我们的典范，典范，赞。2011年，李来进是水灿演艺的观众；2023年，则是和太太都在无量义法水颂的演艺队伍中。其实时间都是拼凑、拼拼凑凑啦，因为有时候在外面还是要工作，工地一忙哈，回家到家里。也都是累得一塌糊涂了，都是利用片段的时间来看那个网络在练的。一周彩排两次，有时候到巴德金斯堂加强一整天，就安排电修。夫妻同修，精进于菩萨之路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谢秀丸、谢景志，桃园报道。